对于企业来说是个两难，因为毕竟在大陆有了相当的基础，投入惊人的人力物力，除非活不下去，否则不会轻言出走。除了刚刚所说的人力成本增加之外呢，冲击传统产业，而另外一方面，企业最担心的是政策上的调整。大陆国务院在去年底公布了62号文件，要求各地方政府在3月底之前清理税收优惠政策，未经批准都不能够自定财政以及税费上的优惠。在长三角经营多年的台商们听到这个政策，个个忧心忡忡，认为是史上最严峻的一场挑战。昆山在大陆被昵称为小台湾，这里的台商大多在1990年就西进大陆，陈赞堂就是当年的其中之一。原本做的是皮具工厂，但3年前他毅然决定停掉。目前这些库存都清得差不多了啦，都已经快没了。20年前，大陆人力成本低，看好内销市场的陈灿堂，除了代工，也推出自有品牌。只是这一两年，市场形态出了很大的变化。5、6年前开始，网络购物就出来了嘛，像现在几乎占掉一半以上了嘛。那原来我们是代理品牌，所以我们还是以终端市场，在商场开专柜为主啊。那专柜的这个成本越来越高啊，从那个员工的薪资啊，然后呢？他的这个消费的这个营业额没有往上涨，因为一部分的这块饼被网络购物取代掉了嘛。沉重的步伐就像陈赞堂目前的处境，工厂呈现废置状态。为了我们拍摄，还特地打开被锁链上锁的大门。从这几条那个桥架啊。然后底下这些日光灯，你就知道说当时整个这个工厂里头整排那个侦测的时候有多少个人的。哦，你说这个上面是底下是一排那个缝纫机啊，十几年前来拍的时候都是拍的都是那个人气兴旺啊，现在这次拍的话跟以前我感觉反差很大。陈赞堂也想过把厂房移到工资水平较低的东南亚，但东南亚顶多再撑10年，工资也会增长。全球大环境看下来，未来市场还是在大陆，他只有想办法对抗网购浪潮，于是改做吃的。这是旧的吗？刚刚那个吃的是旧的。他吹得很好，他吹得很好。产品肉质啊，这边可以试吃一下。平时都是包装好的，没有这种可以现场品尝的，然后很远就可以看到它发出来香味，很吸引我。皮革厂到做肉质差别很大，但陈赞堂看好的是肉质核心技术较高，不容易被大陆市场山寨。他研发了半年以上，工厂也准备尽量全自动化，降低人力成本。投资的台商和陈赞堂有一样的感叹，不仅人工红利没了，而政策红利好像也开始缩减。上海松江这家高尔夫球场是大陆最大的台资连锁高尔夫球场，会员人数高达720人，但他们可能要无球可打的窘境，因为大陆国务院11部委下达了一个意见，要求水源地旁不得有高尔夫球场。光是这些船，这个废油废弃的汽油就不得了了。高尔夫集团总裁潘仲光很无奈地说，早在2006年就已经通过了环评测试，但到了2015年政策又改了。政策不停改变，但是我们也习惯了，只是说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说现实是什么，而不是说闭着眼睛中央说是就是，中央说不是就不是。就因为配合政策不断调整，潘仲光从租地买地到征收土地暂停开发，总投资额超过了75亿台币，最终获得合法营业执照到2052年，只是合约不敌中央的一句指令。对当地政府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因为第一个，他当初是他引进的，他跟外商签的合同对他来讲也是一个信誉的问题，所以他也不希望这些球场退出。第二呢，你要他找证据
要求我们退出，他也很难找。因应环保法规的高尔夫球场投资只是冰山一角，最近引起外资和台商头痛的是大陆国务院去年公布的62号文件，要求各地方政府在3月底前清理税收优惠政策，未经批准的都不能够制定财政税费优惠。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达到经济发展的指标，他们都会彼此也会竞争，优惠政策很好，包括2免3减半啊，财政缓缓啊，那台商就把这一块的成本就算进去。那现在他突然如果停止掉的话，那会怎么样？一定成本会增加吧。台湾的六大工商团体也感到事关重大，直接上书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希望新规不要溯及既往。世界工厂的市场潜力无穷，但政策的变数也很大，对于已经下了重本的投资企业而言，无疑是项重大的考验。